有的疾病就是找一些，然后我这么近的原因是我想要静静的看师父们有没有特殊的一些症状，像有一些发炎的、肌瘤的，好，还有肾腹泻的，这样子我们还是中医注重观五色、五脏、六腑，肝含大脑关黑，心中含小肠，所以人拢讲，食饱，食饱多，未食多轻，食饱多当。哎，小肠啊，小腹是第二个心脏，所以吃饱了就会想去睡觉嘛。所以心跟小肠又有相关系的。小医师把我的肝胆经拿来秀给大，给师父们看。接下来呢，第三个就是鼻含啥关系？胃。所以呢，咱的做者胃啊，胃肠无好，含这脚无力，搁脚内底有一条叫做三阴交，脾经的三阴交，因为它管肾、管肝、管。哎，肝、脾、肾、肝、胆跟脾，所以你想，伊跟伊的连带关系，这胆经，伊就是一点肝经，伊就是一点的含胆经。你主动来，你主动站在那这里，那个摄影高手他就会给你拍完了。你主动向小小世界给他转过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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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们就会看到了。OK。好，来，就是说他拿一条经络一点有连带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牵涉到脾胃的就跟咖有连带关系，哦，那我们尽可能提供这几个重点给大家。但是好，这个就是一个图表，它有总共有十二条经络是正经，弄有连带关系，肝和胆，心和小肠，脾和肺，啊，再来呢肾和什么，肾看不上，膀胱，嗯，很好。还有一个，肺跟什么？哇，哎呦，肺跟大肠，所以西医解释不出这个道理。我哦是西医和中医上好的融合者，因两个在冤家的时阵，我嘛法度解调节。但是我讲这个肺跟大肠为什么互为表里间？西医定讲你的感冒引起肠啊炎，有没有？哎，自古以来啊，中医的穴道第一条就这么说，肺跟大肠互为表里经。所以呢，我们懂得这个基本的原理，再来第二个要必须清楚的肝底对。因为您还没跟我讲清楚，我哪会放心跟您教您等于也是口口出啊，这样子不行啊。我们讲左脾右肝，记住这个术语就好，哦，左脾右肝，所以肝呢一定是在右下，哦，脾脏呢吃饱有没有，吃饱然后马上去跑香，就觉得哇肚胃才开始痛痛，这个痛痛不见得是脾脏受伤，哦，有些时候是我们肠胃机能蠕动不良啊，啊你平常血液循环的不好，所以你个小行一下它就积掉的，所以左脾右肝是第一个原理。那么心脏呢，我们可爱的师父，你不要学我摸这里，我以为你跑错地方了。心脏呢，它在左胸，但是它有三分之一偏在右半边，所以呢，你看一枪击要犯，有些时候要去被枪决的时候，一定要怕得病。但是呢，一百万人英雄内底一定有两到三个人，他的心脏在右半边。在美国啊，在美国堪萨斯州就是发现一个。要给他枪毙的人，哎，啊，那大三千啊，搁无倒，一般一千准的倒落啊嘛，伊三千无倒啊，结果就是断掉伊的左心脏，人伊的心脏伫右边，无死，啊，迄个人以后嘛免死，暂时免死啦，就是他就是已经有受刑了，然后呢去医院才发现，而且在医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的版本，心脏在左半边，哦，有三分之一偏在右半边，那再来还有一个呢，肺部呢？肺两边都有，肾呢也两边都有，吼，那么吸收多少算多少，然后我就一直给他跑过，你都要用到位的，你就把这个穴道捡起来，你都要摇起腰酸脉，你就把这个穴道捡起来，这样就好，好不好？所以五脏基本上肝呢右心左偏左一半在右，那肺两边，再来鼻跟肾两边，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知道它的位置之后，就要看这一章了。它呢告诉我们说，
看太久，在中医里面有五劳所伤，就像佛陀时代讲说有五种非人，道理心跟原理是一样的。五种非人，因笑而不笑，哎，应该笑跟不笑，哎，这人该破病。所以师父来，恁咱即马拢无别人，咱拢关起来，咱小可狂笑一下。你逐日爱找一个所在，该笑笑诶。有些时候也很辛苦了哈，师父的辛苦我们都看得到，因为我们常常帮师父照顾舍身啊，都知道说啊，真是。所以找机会让自己爱笑一下。你无大笑不要紧，你起码你的嘴角爱轻轻的上扬，要困进前拢爱上自己十点十分的微笑。所以恁左邻右舍看下者，看我到十点十分无？好，爱十点十分哦，未使迄个九点十五分，还是迄八点二十分，有无？迄八点二十分看着人啊。哦，背量你才会喜高白，所以呢，眼睛呢，自然知道五脏，就要知道看久东西看太久，太久了就伤血，所以哭太久也会伤眼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基本的原理就是久视，你看太久了会伤血，久卧伤气，久坐啊伤肉，不黑什么黑个字上面，那个叫褥疮哈，有没有哈？它对肌肉就会产生一种症状。再来，你如果站太久，它会伤骨；走太多了，会伤筋。啊，筋不好，什么上歹？肝也不好，因为肝主筋，筋络的问题，肝管的啊，佮开窍于眼，所以筋不好，肝也歹，目睭就会较差。好，那记得我们等一下要教的第一个穴道就叫睛明穴，好，睛明穴就是顾眼睛。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让师傅的眼睛休息一下。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是挑战世界的那个，老师们，我们来一个机智的一个动脑时间好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挑战世界极限的那。刚刚有一张图表也是好，来看一下，师傅看一下，目前这里有四个图表 and then A B C 跟 D， 只有 A B C 有阴影， D 没有，请问第一个题目请出来。他告诉我们说 I got touch， 哎，那第一个题目他说叫我接细给，但是 C 的 D A B C 一四分之一涂成这个形状，第一个题目请按，谢谢。他说你把 A 的这个地方用阴影的地方哦，扣除了，你要平分成相同面积等份的两部分，请问 A 这里如何分成两部分？明白吗？喂，好，对角，哎，不错，两秒就有人答对了，来，答案请公布。师傅看到没？这样就对了。再来哦，第二个 B， 啊 B 一样，他希望你把空白的地方分成三等份，来，哎，有人对哦，嘿嘿，两秒，哎呦，发书的喜欢书啊，那哈，来 B 的地方请答案，有没有看？哦，很好，非常好。再来，我们提到 question three， 来将 C 的部分分成相同哦，面积四等份。不清楚没关系，没有三角。好，来先给提示，嘿，答案不是三角形，你应该自己解决。啊？要不要我提供一些答案？我没听到，师傅要不要？恭维嘛，更重要呢。恭维开起开穿，嘿，等下主动运动的、就是适当讲，适当讲的话，要不要给师傅们答案？要。好，来给答案来。对，这样有看到吗？好，出来了哦。接下来好问题来了，全世界的题目来了。在 D 的部分还没有被阴影的部分，完全都没有阴影哦，它要分成相同的面积相等的七部分，请问它怎么画？七，只要有打交叉的打叉叉的都不对。不错，好，师傅你解救了我，答案也不是三角形。跟来，这个问题世界纪录7秒，我们刚刚有人答对了是18秒。再来，解决了吗？
师父们，你们刚才